大家好，我是 Elaine， 今天带大家到槟城 Saki's Corner， 坐落在 ENO 酒店内的一家餐厅。现在我们到餐厅外看看风景，可以选择在户内或户外享受美食。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我们自助餐之旅吧。这里是海鲜区，我们可以看到有蚌、大虾、小龙虾，还有干贝跟螃蟹，而且螃蟹还有蟹黄哦，非常好吃。这里是日式餐区，有各种日式料理。这里除了那个咖喱鱼头，其他都是烧烤。算起来是烧烤区吧。有不同的烧烤，有鱼啊，有虾，有羊肉，有牛肉。我个人比较喜欢吃那个羊肉。还可以配搭不同的酱料。这里还有沙爹哦。这里是厨师煮好的各种各式的菜肴。选择蛮多的。这里是面食区，有看到拉萨茶粿条，都是槟城人常吃的菜肴。这里是水果和沙拉区。这里是甜品区，有到地可以吃到的 ice kacang 和 cendol。 这里是饮料区，有咖啡，有拿铁哦，还有豆蔻汁。总体来说，这家的环境和服务都很好，食物不错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啦。